Hello， 大家好，新的一期摩托体验视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宝马的 R18， 它的旗舰叫做洲际旅行家。大家可能会好奇啊，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是一个算是新手吧，算是摩托小白，但是为什么我要去体验这么一款车？而且呢，它其实超出了我的驾驶技术很多，那为什么我还要给自己找这么大的一个麻烦？原因呢是之前我也给大家拍过啊，就是我收到了一个宝马的邀请，去驾驶这个 R18 去参加一个摩旅的活动，所以呢比较稳妥起见啊，我想试试我到底能不能驾驭这辆车，我就今天把它借过来了，骑了一段时间，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主观的感受。当然我不专业啊，这也不是一个评测，主要就是站在我新手的视角，我到底能不能驾驭这台车，以及我发现的一些有意思的点。然后这辆车呢，首先从外观上来看，大家就能发现它非常特别，它和街上很多的车不一样，而且它有很多的复古元素。这辆车的外观呢，我觉得可以说的几个点啊，一个是像它的这个龙头的设计，还有它尾部那个三个行李箱，包括它后边带的巨大的一个靠背儿，这些都是它的车型的亮点。而有一些细节呢，其实可能我说的也不是特别专业，但是我发现挺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我发现在车头这里啊，两侧都有一个塑料的板子，然后可以掰动，这个我猜啊是应该起到一定的导流效果，对于散热呀，对于一些空气动力学你可以自己去调整，有点像之前我去租的那个水鸟，它调节风挡的那个设计。然后还有呢，像它后边有一个太齿，这个是增加安全性的。除此之外，我们往后走啊，因为它配置实在是太多了，我即便是按着顺序说也可能会漏掉。那我觉得一个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的前面的仪表，它是四个仪表，然后呢最左边是油表，然后中间是转速表和迈速表，在右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类似于劳斯莱斯的那种，它可以显示你车还有多少能量，就是如果你拧动油门的时候，那它会从这个100%的能量往下减，如果你就是怠速的时候，它是100%的能量，这个就很像劳斯莱斯。大家都知道劳斯莱斯它是没有那个转速表的，它直接是以能量显示。下边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液晶仪表，而这个洲际旅行家它的液晶仪表尺寸也是整个它全系列里面最大的，非常的清晰，你可以去看导航，你可以去看包括连蓝牙听收音机。然后后面呢，像它的油箱盖还有它的后边都做成了隐藏式的设计，这样不仅美观，而且呢看起来很高级。像它下边这里可以打开，是一个手机的充电槽，而且它里边设置了散热的风扇，长途旅行你可以把手机放在这里充电，因为它可以连蓝牙，直接导航就在屏幕上看到了。然后后边呢是我觉得这辆车特别吸引我的一个点，就是这辆车呢作为旗舰款，它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而我拿到的这个颜色就是我认为最好看的。比如说它的油箱盖这里有白色的这个线条，前面车头也有这种白色的线条，而它这个车漆呢就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比如说我从上往下，现在我们室内这里灯光，我看到油箱盖是绿色的，但是我稍微侧面一点看呢，它又变成紫色了，而且在外面的阳光照射下，它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不同的光泽，这个有点像汽车那种珍珠漆的感觉，显得特别的高级。然后后边呢是这种类似于缝线的一个座椅，然后我看好像是这个座椅也是需要选装的。这个座椅旁边呢你还能找到电加热的开关，这个真的是太高级了。后边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靠背儿。当然呢这个车其实更适合就是去巡航骑嘛，所以他考虑了这个很舒适的一个靠背儿。然后包括刚才说的很大的一个行李箱，这个都是这辆车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些都比不上关键的一个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两个突出的拳击手发动机，这个发动机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拳击手发动机了，1800cc 的排量它写在了发动机上，但实际上它真实的排量是1802cc， 比它写的还要大。然后这两个大的拳击手发动机，你在街上，无论是你停在这儿还是在街上骑起来，一定会很有回头率，非常引人注目。在这儿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之前也谈过，说有一些车呢它动力很强，我可能驾驭不了，作为我的技术我不敢去往后拧。那对于那些车，其实
我去把车骑起来都没有什么难度，或者说我骑着那个车，尽管有一些车比如说像大攀爬它坐高很高，我只能脚尖着地，但是我真的去骑的话它不会给我那么大的压力。但是这辆车呢，就是在它我还没有骑刚去跨上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无限的压力。为什么？这个车实在是太重，它的质量啊427公斤，比我骑过的目前所有的车都要重。然后我之前其实还参加过一个就是类似于安驾培训的一个课，然后教练跟我说骑这种很重的复古巡航车要怎么骑呢，他告诉我了一技巧。他教的技巧是首先把车的龙头扶正，然后呢人站起来，用你大腿内侧去把车靠起来，而不是生掰。但是这个技巧放在这辆车上，你会发现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的技巧都是白搭，真的没有用。因为这辆车太重了，就是以这种技巧你根本不可能把这个车扶起来。那怎么办呢？我自己这几天试下来，就是最好能把车扶正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这车打死，然后通过杠杆原理，这样看到它就正，然后再把它扶正，这样它就扶正。这个车真的是如果说啊，就是我现在租了这么多车，然后也骑了这么多车，让我感受到扶车压力最大的真的就是这辆车了。或者说原地挪车它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但是一旦你把车扶正之后，你会发现哎，宝马车所有的特点都呈现出来了，就是它会非常的平衡。就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之前参加了一个活动之后，我回来就买了一辆那个宝马的拿铁。就是我特喜欢的点在于宝马的这种拳击手发动机，它一个是重心低，另外它的平衡做得非常好，它所有的重心所有的重量都压在地面上了，不会呈现到你人身上，所以其实这样骑着是完全不会感觉到它有很重的感觉的。 OK， 说了这么多，我给大家把这车启动。启动的时候挺吓人的，因为它会左右晃，会有一个巨大的左右的摆动，这个也是我喜欢拳击手发动机的一个特点。拧一下油门听一听，就是你会发现每拧一下油门它都在左右的摆动。像我之前骑水鸟骑拿铁，这个摆动成为了一个你觉得很好玩的点，但是放到这辆车上它就会稍微有一点恐怖，因为它的这个惯性真的太大了。然后启动之后，其实仪表上你会发现一个拳击手发动机的一个图案，这个真的太好看了，就完全像是这个车的一个图腾。而这辆车呢，除了我要给大家去分享它的排气的声音发动机的声音，还有一个东西必须要给大家听一下。听到了吧？好，我先把它熄火啊，因为比较声音比较大。就是这辆车啊，其实它最大的亮点不是说你有多好听的排气声浪，而是骑着这辆车应该是在一种很空旷的公路上长途旅行的时候把音响打开，或者说在市区的时候，如果说不是晚上扰民啊，在市区的时候你可以把音响打开，有这种说的怎么说呢，可能不太恰当，就是招摇过市的感觉。因为这个音响真的效果太好了，一个马歇尔的音响确实比我体验过的很多带音响的摩托这个音响都好。这是这辆车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卖点，它是一个中置脚踏，然后脚放在这里。而且我这几天骑下来呢，发现就是像我这个鞋啊，我之前一直就是穿这个鞋骑了各种各样的摩托，但是直到这辆车我才发现我的鞋不合适，我的鞋有点厚，是因为它的拳击手发动机以它的挂挡的这里呢，如果你要去比如说踩的话，你看我的脚其实会被发动机这儿影响。然后包括呢，如果我想往上挑的话，这里的空隙也比较小，这个就是因为发动机设计在这儿。但是呢我发现后面设计了一个这个挡杆，其实传统的往上挑它可以通过踩后边来实现，
所以呢，如果你习惯了就感觉还好。这个也可能是这个拳击手发动机影响这里的空间，所以做这样的设计。但是我觉得以这样一个特点鲜明，或者说它能够给你带来的吸引眼球或者说乐趣来说，稍微适应一下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下面一点啊，就是说到这个车最恐怖的地方了，就是在把这个车停车的时候，如果说扶起来是需要技巧，那么把这个车放下真的是需要你有很强的心理素质。看脚撑撑好了，然后它的脚撑有一个很大的行程，就是在你放下的时候，你心里的预期是接触到地面，按理说这个车就应该受力了，脚撑受力了，但实际上你发现哎，还可以往下放，还可以往下放，你的身体会开始使劲儿，哎，怎么还能往下放？我，就是比你心理预期的要低很多。在最后的那一瞬间，你感觉你要开始，我是不是要过户当这个车的车主了？就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是你只能是自己习惯了之后才能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所以说，这个车是目前我骑下来之后，对我造成，我终于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我的技术啊，我的就是包括我的钱包，这个明确的我认识到了自己，这辆车一定是我目前无法驾驭的。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宝马啊，它很多的车型是轴传动的，但是这辆车呢，它的轴传动的那根连杆是外露的。也就是说，这辆车在行驶的过程中，你从外边是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轴在转。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就是看起来又复古又有特点。这么重的一个车，如果你往后倒的话，可能会很吃力。那它还设置了一个倒车的功能，就是在这里，它发动机的下面这里，它有一个小的拨杆，把这个拨杆拨下去之后呢，仪表上会显示一个倒车的档位，然后你再去摁它的这个启动键。它是一个电控的一个倒车，再去摁的话它就会自动的往后倒。其实呢，这辆车我觉得它的整体驾驶起来的感觉啊，更像是这个飞机，开飞机，虽然我没开过啊，但是听飞行员说，就是启动去起飞还有降落的时候是最难的，一旦飞起来之后基本上都是机器控制巡航的状态，其实跟这辆车很像。你看到把它扶正还有放车是非常难的，但是一旦你把它摆正骑起来，它会变得很轻巧，然后平衡感特别好，甚至在压弯的时候它也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好操控。这个是我觉得宝马能够把这么重的一辆车做得这么灵活的一个很厉害的点，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宝马的一点啊。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的朋友啊，可以去试一下这辆车。就是我虽然技术不是那么强，但是呢我真的说去敢挑战一下，而且这辆车也算是到了我目前的技术的极限了。回到这辆车本身啊，就是我觉得目前宝马车吸引我的点就是在于它真的是需要你去有不断的提高自己的驾驶技术，它都可以给我带来不同的乐趣。包括这辆车也是，就是在你把车骑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很舒服，适合巡航。但是如果你要是在城里去骑这辆车，它可能会给你像，尤其是像我会很大的压力。 OK， 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分享到这儿了，然后大家还是关注一下之后我带来的这个摩旅的视频，今天也算是一个深度一点的预告吧。 OK， 如果大家还想看什么其他的车型啊，可以给我发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这种主观的这种体验的话呢，也欢迎给我来个点赞，甚至给个三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